整条大街上只有我穿短裤，我觉得非常的凉爽啊。然后我们刚刚买了一袋的吃的，买了1370台币吗？好有钱，自己说。有钱也不是你的钱。我们要回去饭店吃。刚刚那个70条。生日快乐，姐姐生日快乐。他是寿星，爸在干嘛？
洞爷湖的景色，哎，请问他窗户可以开吗？白痴哦，白痴啊！哎，我靠，他好像把它用住了。哎，什么？横向？横向？哦，横的。哎，骗人啊！开什么玩笑？哎，它上面有个锁啦。白痴，怎么可以开哦？真的假的啊？他是把它锁住的，然后他不让你开，他那边没有 feel 啊。而且这边摔下去也不会死啊。好，反正就是，好像我们晚上会去看烟火，在这个湖上面。我们可不可以？还有吗？要不要一次？在这上面，在这上面看就好了，看得到啊。翻垃圾桶，傻啦！他喝醉了啦！他刚刚喷了葡萄汁在我棉被上，然后我坚决我要换床，我要换棉被。结果他在把棉被拉起来之后，就把床单一起拉起来。我没有见过那么蠢的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。我拍到我破掉的袜子了。
啊。